据杭州发布，3月23日0到15时，杭州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病例一，现住址为富阳区新登镇登城南路，货车司机。该人员3月20日从外省回杭，即作为疫情重点地区来杭人员，在富阳西高速口被引导至集中隔离点，在杭州市无相关社会活动轨迹，目前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，情况稳定。